大家好久不见。对，因为真的最近其实都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媒体朋友都在关心我，然后包含有一些就是节目其实也都陆续有在找我这样子。但就很感谢大家，就这一段时间来一直不断的关心，然后甚至很多的鼓励，我一直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复出这样子。那我的确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其他阵营也有频频向我招手。对，那我后来其实也做了蛮多的一些评估。那当然最后我来选择到基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市长对于这个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这件理念，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那当然我本身虽然是台北人，但是因为我相信现在北北基桃已经是一个大的生活圈，那本身这四个县市政府其实也都是有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平台哦，所以我相信其实未来的整个合作还有相关的一些连结其实非常非常的密切的。也因此呢，最后来到这个基隆，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对于儿少处可能有一些妇幼的或是儿福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有所发挥之外，未来当这个市政府这边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想要做更多更多的推广，那我这边也会去透过不同的一些媒体平台，然后包含在网络社群的部分也都会来进行一些推广，那让更多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认识基隆这一座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